就是想要钱，就是送给你。拿了钱就赶快走吧。假如相爱，我不会再嫁给你。陆枫结婚三年，你好吃懒做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假如有来生，我不会再嫁给你。1988年6月20日。1988，我堂堂21世纪高质量男性，居然我穿越了！爸爸，对不起，刚是爸爸不好。我不想说，要花钱。爸爸会努力赚钱的，明天就送你去幼儿园。妈妈，爸爸说明天送我去幼儿园。替孩子好玩吗？你们就是想要钱，就是送给你。拿了钱就赶快走吧。假如有下辈子，我不会再嫁给你。别打玲玲。老婆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吃苦了。我发誓，100天之内，我要用这些钱赚100万。